我是阿红，欢迎来到同音卡的第34集。那今天来介绍是这台 Mazda 的 R7。好，这台大家应该很熟悉，就是那个头文字 D 里面的高桥良介开的那一台。就来开箱呗。这门是可以开的。然后可以开灯。这个往上就开了。可以，好。旋转。我们今天的 Mazda R7 就介绍到这里，拜拜。